好，接下来，大家好，我是重修生 Kira， 大家好，很开心总算可以当新学妹了，然后我的背号是19号，希望大家可以多支持我们乐天女孩。好，你应该不算重修生，你是终于转正了，所以你就说我是越来越正的学妹，好不好？这可以吗？算是吧，好吧，也是我。大家好，我是越来越正的学妹 Kira。大家好，我是越来越正学妹 Kira。耶、yeah! ！恭喜转正，恭喜转正。好，来接下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年纪最小的丽轩，我今年18岁。耶、yeah! ！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，谢谢。谢谢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叫温妮，我背号是97号。然后我其实是那个1997年，不是生日9月7号，就是啊，有被大家误会的哦，真的，1997年，对，好的，97号，我们就不算几岁了。然后是最高的哦，最高的学妹，谢谢大家，谢谢温妮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背后36号的雨翰，然后我的星座是巨蟹座。然后哦，背号是36号，36号。然后我的兴趣跟专长是自弹自唱，吉他的自弹自唱。对，希望接下来可以带给大家更好的应援，谢谢，谢谢。希望今年有机会在球场上听到你自弹自唱。好，谢谢。好的，接下来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背后88号的凯伊，喜欢看动漫二次元相关的。然后我的粉丝名是伊布，所以。让我收服你们吧，耶！给我点掌声好不好？不然太干了。来点掌声，希望大家都可以成为你的伊布，对不对？好的。大家好，我是背后83号的子萱，然后我来自汉堡村，所以希望你们吃汉堡的话可以想到我。啊，好可爱哦！有人那天有问了一下，请问汉堡村在哪里？在彰化，在彰化，对，真的有一个汉堡村，是不是？对，真的有。哦，原来如此，长智慧了。在彰化有个汉堡村，而我们子萱就是来自彰化汉堡村的宝宝，对不对？好的，谢谢，谢谢。好，那今年呢，新进的8位学妹，再加上我们新进的热血团长 Abby， 今天呢要带大家带来最新的应援曲教学喽。今天要教所有的十号队友有两首歌、oh. 有两首歌，一首是今年的乐天的新的大物鼓手宋嘉祥的应援曲，是，然后还有今年的主题曲乐天 Ready Go、oh. 等一下会分解动作来教大家各位十号队友这两首应援曲。好的，那我们先从哪一首开始？我们先教宋嘉祥好了。好，我们先教宋嘉祥。我们站中间，那我们请我们两位学妹在两侧，那我后面学妹可以散开，大家可以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团长以及我们女孩的动作，大家一起学起来哦。好，其实宋嘉祥的分解动作其实很简单，那个一手握拳，哎，学妹帮我那个女孩们帮我吃了没有？可以不碰他们，就帮我吃。一手握拳，好，从左手握拳，然后右手这边画半圆，画半圆，画半圆，哎，画到平行之后，换这手握拳，握拳，另外一手。画半圆，再画一个半圆。好了，前半段就这样，有没有这么简单？超简单的，而且又有气势又有力量。重点是今年宋嘉祥来教应援曲，非常好听。好，好，那我们现在就照这个动作做一次，是不是？我先继续教下去好了，然后我们等一下全部完成，音乐一放一次。好，这样子。OK， 然后接下来前半动作就是这两个动作一直交替，哎，但它是慢慢的、慢慢的交替交替。好，之后呢，它会进入一个快板的，快板了之后，我们就是一个往前冲，就是往要勇往直前冲的感觉，往前，然后一个手打开，感觉要展翅飞翔的感觉。好，两次，然后换边，换边两次，然后往上，往上打开，然后往下打开，往下打开。好，就这样，就这样，就这样。哦，简单，没有错，超简单，马上学会。也是这个一直在重复的组合而已。好，然后接下来教大家今天这个宋嘉祥的应援词。这个宋嘉祥的应援词是飞翔。哦，这哇，很厉害哦，这个是有来的比赛是不是？来喊一下，一二三。没错，就一句，很亮亮，飞翔宋嘉祥。
万丈光芒送家祥，家祥快飞翔，红不让送家祥。哦，动作也很简单，有没有？飞翔，飞翔就打开来了。送家祥，万丈光芒送家祥，家祥快飞翔，红不让送家祥。好，就这样，非常简单。那我们请老师帮我们放下宋家祥的音乐曲，大家可以一起跳起来，好不好？分手。接飞翔送家祥，万丈光芒家祥，红不让送家祥。好，我再讲一次哦，飞翔送家祥，送家祥是给大家喊的，飞翔送家祥，万丈光芒送家祥。然后接下来是家祥快飞翔，快飞翔是你们要喊的，家祥快飞翔，红不让送家祥，耶、yeah, ，就是这样，完整版的，很厉害、欸。送家祥应援，应该已经学会了。然后等一下要听到大家的声音哦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现在可不可以先集中来一张送家祥的合照，可以吗？来，我这边靠近一点点，好，我们做一个那个往前冲的这样子，侧边就好了。好，第一排可以帮我们围蹲吗？我们第一排先蹲下好了，然后第二排站着，对对对。好，那我们一起看一下前方的摄影机。好，刚刚学的是我们的这个宋家祥的应援曲哦，那这个飞翔的动作大家可以学起来，因为今天呢这次我们的开幕战呢在球场上就会跳到了。那接下来我们要来请我们的团长跟女孩先做下一首的应援教学。好，接下来教我们今年的主题交友歌曲乐天 Ready Go，也非常简单，也非常简单。这次的歌曲都蛮好学的。是的。第一个动作，往上拍手，来拍七下，一二三四五六，就慢慢拍，一二三，跟着音乐节奏来拍七下。好。拍完之后，往前。往前。一样。七下。也是七下。第七下的时候，往下。跳起来，用最全力的力气往上，能跳多高就跳多高。希望你们可以把桃园球场的地板给踏破。对，没有错。震动全台湾。我们的气势要赢别人啊，我们这个战绩才会赢别人，对不对？对，没有错。没错。好，接下来往上跳之后，开始进入我们的主歌的部分。主歌部分是一个加油的感觉，加油的感觉。然后往上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伸出你的左手，一、二、一、二，然后。再来一次，换边，一二三四，然后换成右手，一二一二，没有错，好棒哦，很棒哎，棒，好，一二一二，好，接下来再来一次，一二三四，一样换成左手，一二往上加油的感觉，一二一二，好，然后再来，一二三四，最后一次不用出右手了。只要是不用出右手了，我们就是画一个圈，画一个圈，打开，打开，嗯，就这样。好，这是第一阶段，第一阶段，第二阶段是走下段，没有音乐。OK， 好，第二个阶段，我们加油完之后，球员们要往前堆垒包，要开始进攻，所以我们有没有一个有点像雷
哪间指导教练的动作有没有？哎，往前走，然后到这边，我们要往前，哎，我们要得分，往前冲的感觉。哎，一二，好，换另外一边，一样往前冲，一二，好，接下来手拍四下，拍四下，一二三四。主歌结束了，主歌结束了。我有漏胶吗？各位女孩们？没有，你很棒。芬姐动作有没有漏胶？优秀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进入到副歌阶段。副歌阶段我们就是一个有点像什么孙悟空的龟派气功波，这边的光速，另外一只手转圈圈给他集气，然后开始 ，We are ready go。这边结束之后 ，We are ready go 这样子，结束之后。画一个圈，然后到上面画一个圈之后到上面来叉叉打开，在下面再叉叉再打开，有一个开合的感觉。好，这个动作结束之后，下面一样换边集气发射气功，来一只手转，一只手这个往前推往前伸直，没有错。好，然后一样 We are ready go， 然后一样转一个圈之后呢，蹲下来集气，蹲下来往上跳，对， okay， 没有错，结束了吗？结束了，副歌结束了。然后最后有尾奏的部分，好，最后有尾奏的部分，就大家一起聚集起来，好，跟你身边的亲朋好友，甚至不认识的十号队友也没关系，我们就是集合起来，然后一起往前，跟着节奏一起往前，这就是气势来了，没有错，这个气势非常重要。然后往前结束之后，跳起来，踏破桃园国际棒球场的地板，踏的越大力，我们分数打越多，好不好？ OK， 没有错。好，这就是全部乐天 Ready Go 的分解动作。好的，已经讲完了，你好累是不是？没有，不累。好多东西，好不好？我们现在只是在暖身而已。对，那我们现在正式跳一次。没错，我们就配音乐了，好不好？可以吗？大家准备好了吗 ？Are you ready？这也是我人生第一次在这么多球迷朋友面前在教跳舞的。没错，但是大家觉得我们 Abby 表现得好不好？觉得我们的学妹表现得好不好？好，大家都学起来，希望待会在进场之后呢，大家记得在场上只要听到音乐下的，就跟我们的乐天女孩跟我们的团长一起跳起来，也希望大家 really 好，跟着我们一起迎接胜利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接下来呢，先谢谢我团长，还有我们的女孩们，谢谢。那我们这一场的活动呢，今天要先告一个段落。当然，我们接下来还有活动。那在我们今天场内呢，有我们的台湾代驾的摊位，也欢迎大家呢，可以到我们的摊位上面
在我们的今天的活动当中有非常丰富的内容，请大家千万不要错过喽。二完一个，二完一个。